兄弟们看了的呀，你们来晚了，没看到罢了。可以在直播间里多待一会儿，等哥。等个老头来送大礼物。
这个显示器的问题，我记得暂停的时候显示是正常的，就动起来的时候会有一条直线，应该是我这个显示器有点坏掉。
先注意一下你就看到了。
亲密度应该算满了。